厅照，因为等一下十点半过后我们应该会 delay， 所以我们就不能再拍沙厅照了，这是我们以往的传统。然后再来，所以我们第二个我们会要需要，因为我们要留给侧路那些，所以我们需要喊一个我们杀青了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然后就是我们杀青，就是导演会喊一二三，然后我们就喊我们杀青了，就尖叫，这样 OK 吗？尖叫，尖叫 OK 好。也不要到尖叫，就是基本的。